主播为什么人气多？哎呀，人气多不多？多少是多呀，宝贝儿。能不给自己的粉丝，对吧？兄弟们看一部分就足够了，要多少是多呀？我觉得已经很多很多了，真的，兄弟们，你们可能不知道，我到这步也挺难的。已经很知足了。这人还不多呀，就有人陪着聊天，还有老板刷礼物，能维持生活，对吧？还能攒攒钱，攒个几十年娶个媳妇儿，这人气啥的已经很好了。太，你们可能不知道，你可能不知道我直播间看的有多少啊，你知道吧？他只是不说话而已，你看大看看的人很多的，你不信你真的兄弟们，在这默默观看的那些好兄弟们，这个扣个一给他看看，看看人多不多。没有个这个上接近得几百吧。扣个弹幕，兄弟们，这喘气儿的都过来看看人多少，大家都测试一下，看直播间人有多少个。默默观看的很多的宝贝儿，这我要是脱个裤子，绝对直播间就炸了。那说明这还是有直播间有人的，还行吧，这弹幕量。不说话，兄弟们就是默默支持，知道吧？很多的。以前我也认为我直播间人怎么那么少啊？但是只是有的弹幕少，因为单试的时候确实没什么可操作的，就是只有在一打试的时候他们会沸腾一下。还行吧，直播间兄弟们，这还没人呢。我跟你讲，我脱个裤子直接弹幕全出来。怎么这么安静？怎么这么安静？